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老化产品介绍。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买虚币 ，OK？ 这个买虚币是适合三岁或三岁以上孩子们都可以玩的。So， 让我们一起开箱。OK， 这个就是我们的买虚币 ，OK？ 这个买虚币的它是这样的，它可以开的，这是几百的，它可以两几。OK， 它开好了，里面就是这样。这个有两个部分哦，这个的它是怎样的 ？OK， 现在可以教小孩子去如何去学习到纽扣啊，要怎样扣 ？OK， 我现在扣给你们看。OK， 啊，说他们是要这样扣 ，OK， 他们需要这样扣，他们才能够扣完 ，OK， 所以我们来扣另一粒 ，OK， 同样的这个我们也可以给小孩子的扣回去再扣啊，就是解开 ，OK， 扣回去再解开这样，所以他们就可以去学习到啊如何去玩哦 ，OK， 你看到吗？这样哈、哦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看上面有黄黄、哦。这样的话就是它已经是做到反了，所以我们要重新开过，我们重新开过，然后我们要继续，我们要这样 ，OK， 我们要这样好，它才会变成 balance，OK，、okay? 啊，所以我们要做 ，OK， 看到吗 ？OK， 看到吗 ？OK， 我们这样做哈，它才会 balance，OK，、okay? 所、so, 同样的，这下面的它是这样的 ，OK， 下面它是可以这样的，看吗？它是这样的，然后我们这样放在这里。哎，你看跳一声，然后我们再拔，我们再拔上来，我们再拔上来，就是这样。OK， 再过回去。OK， OK， 看到吗 ？OK， 所、so, 以这个的产品呢，它可以学习到什么 ？OK， 现在我一一为你们讲解喽。OK， 第一是可以让小孩子学习到不同的颜色。第二例是可以让小孩子学习到专注力，第三例可以让小孩子学习到 fine motor skill， OK， 第四可以让我们学习到啊眼手协调， OK， 第五例啊可以让我们学习到不同的形状大小， OK， 第六例可以让我们学习到有自律哦，啊就是有自律去玩哦，就是如果我们不要玩，他们可以收这个，还可以收一些玩具， OK， 收、so, 这个例，这是买虚币， OK， 这个买虚币今天我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